就話其實之前冇乜嚟過公子會，嗯，有咩感覺啊？今日入到嚟，首先今日真係天氣好好咧，令到我都好想離開呢個帳幕出嚟曬下。咁同埋我其實自己咧私底下係一個好師奶仔性格嘅，係嘛？我好中意格教，或者好中意去行，即係我好中意行咯。係啊，我都嗱，我就唔敢話你師奶仔，但係我知陳雷咧就譬如啲手作嗰啲好叻，譬如即係今日大家見到啊。陳雷呢個好靚嘅呢個腰帶咧，都係自己手作出嚟。係，咁所以我對呢啲即係好多好多有優惠著數啊，優惠啊，或者係即係大家group埋曬好多店鋪一齊可以行街買下嘢，咁我就會想行。嗯，同埋分門別類好清楚。如果你想買湯包就係嗰個區㗎啦，你想買湯料就係嗰個區㗎啦，你想買啲保健產品就係嗰個區㗎啦。咁一陣間表演完啦，咁我哋玩完遊戲咁啊，後可以出嚟去行下啦，預備咗環保購物袋嚟做貨啦咁樣。係咁啊，之除咗陳雷係真係中意買嘢 shopping 咧，其實你喺創作方面一直都好勤力嘅。係嚟到年尾時候咧，都預備咗新歌同大家分享嘅係嘛？咁以下時間我哋交俾陳雷，為大家係表演佢最新嘅創作，交俾你，下個。俾啲掌聲，鼓勵下。我嘅新歌早幾個禮拜推出咗，呢隻歌叫《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》。假途四壁一口痰水，充滿壓抑，美麗遐想，沒人和應，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個旅程。
多謝我的新歌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。是陳雷的新歌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。今朝啱啱聽到叱咤榜的都是十大位置。係啊，係咁都希望即係嚟緊1月1日嘛，叱咤頒獎噶嘛，希望阿炮都有好的成績啦。咁啊，要呢首新歌為大家寄一個非常之好的祝福。咁我嘅 cover 亦都係呢個年尾時候送俾大家非常之好的一個安排嚟嘅。係啦，咁啊，我哋聽完陳雷唱歌啦，希望阿雷留步喎，好啊，幫我哋一起玩個遊戲好唔好啊？開始派禮物啦，我哋。好啦，呢個遊戲咧，我哋需要。係啦，需要一啲道具咁啊，道具而家上緊台咯，你需要六位嘅現場朋友參與嘅，係咪啊 ？OK， 舉咗手。